我现在坐标北京的西电记忆，这边整体都是灰秃秃的风格。然后呢，突然间，哎，这里有一个小粉红色的店，这里都是在卖巧克力，各种巧克力。这个店门口摆了很多巧克力，是直接就能拿着走的吗？这应该是真的。看看我们都有什么选项。我点了一个生椰奶油口的，这么大的一个巧克力，不知道里面还是个大汉堡。不是热的啊，就是冷的。今天天有点凉。打开是这样的，上面还有一些椰蓉。硬邦邦的，冷冰冰的，一点温度都没有。今天寒风刺骨，我穿了个小短袖，我还得在这啃巧克力。这还挺甜的，里面这个生椰凉凉的，我觉得夏天可以来吃，冬天不要来吃，都冻硬了。我觉得约会就不要来吃这个，胃不方便，满满嘴。都是黑的。Later， 走吧，我们去下家店逛一逛。这个西电记忆怎么感觉这么荒凉啊？好多网红现在都在这儿拍照。这家店看着还行，这是卖什么？一些花和花做的娃娃。不是很想逛，没有什么欲望，再没有什么可以逛的店了。就跟网上说的那个网红打卡地一点都不像。这是什么？这还挺酷的，好像是卖一些跟车有关的衣服。我刚刚好像走过一家，这好像是个店。开了，这个是一个网红马卡龙店，人还挺多的。这好可爱。是个什么呢？这儿的马卡龙名字都特别的怪异，有这个妈妈是外星人，还有驴打滚。这都什么马卡龙啊？中西结合马卡龙吗？来个驴打滚尝尝吧。你好，来个驴打滚马卡龙会是什么味道呢？下面就由我来揭晓。里面应该就是糯米，外面就是马卡龙。哇，它果真就是驴打滚加马卡龙啊。这玩意儿里面是又黏黏的，而且它这说实话这个马卡龙没有那么甜，里面很软很糯，有点像冰淇淋，而且还凉凉的。这还真的挺好吃的，不像传统里的马卡龙那么甜。这点还行。可以。